饼干。来吃这个像派的东西。来吃。等我一下哦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饱食度剩6。应该不会烧起来吧？这个距离。距离应该不会。好，我可以了。等一下哦，还有两个人。洋洋，洋洋。幻影还哎、欸，不是幻影，这个是娃娃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好，大家就是准备好了吗？看好自己的目标了吗？要吃到完哦，不要乱跑哦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OK， 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所以我来解释一下。这是官方在2019年新增到冬季盛宴的特殊物品，用法是盖很多的冬季盛宴桌，并在上面放上有活动专属的烤炉、特制的料理。使用料理之后会得到一个维持效果，类似于吃了雷根糖。这个效果为玩家每秒恢复 0.5 滴血，每分钟10的理智和每天75的饱食度。效果维持的时间可以用这个公式算出来。我知道有人看不懂，因为我也看不懂。简单来说，料理数量越多，种类越多，人数越多，吃的越久，效果就会越长。比方说我们这边有18道不同的料理，6个人吃了53秒，这个状态大概可以维持47分钟。不要问我怎么算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影片中维持了47分钟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用这个维持的状态，让大力士永远处在一个两倍攻的状态，由此来打所有的 BOSS。 香哦，万家宴哦，要变大只了，来都变假克老师喽。啊，姐姐小玉你换大力士哦。对姐姐，啊，你穿成一个金刚芭比的样子多恶心啊。等一下姐姐还没出现。姐姐来了来可以了，上 你那个手背粗成那样子。上知道，上爸爸。阿比贴。这群人到底容易进学的问号。他真的被花式虐待。半血了，笑死了，真啊！哎，要拉出来啊！拉出来啊！拉出来没有用啊！他要生那个小恐龙，他不会拉出来，就这样，反正城堡值多了。好，死了。好可怜哦，那你都发生了。OK， 不要停，下一只，走，下一只。那，谁还没到？花花来了。起。到了，好，开。哦，狗来了，来狗啊！完蛋。不必不逃啊！不逃。等一下，我姐姐在，等我一下，我要先把姐姐收起来。姐姐不行。死了。哎呦。狗来喽。狗来了。Go。好混乱哦，很讨厌。哎，等一下，柯老师已经死了。柯老师死了。我根本不需要打路啊，柯老师根本死了呀。他只看了两次技能。哦，我又被冰住了。啊，我刚刚死。柯老师。我第一次在这里啊，来了，看我用牛的姿态跟你录啊，死了！第一次看到克隆是被秒吃下去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怕的，帮吗？打，中啦！哎，不要打墙啊！不要按砍错，不要按砍错 ，F 就可以了。还想走啊你？还想走？哎、欸，他的他真心走了，他的蜜蜂还没有出来啊。不是，是被阿比盖尔杀掉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没有，没出来。
是没出来啊，他一直想生啊。报告损伤，他是不是少一段啊？报告损伤，刚刚谁在弹的？我不知道。刚刚没有扣过一滴伤害耶。我也没扣血。哎，刚刚有被打吗？他好像卡在要召唤，然后他召唤不到。我有听到有大力士被戳到的声音吗？哦，那应该是有人被戳到吧？应该有被戳到两下。我的血已经回到143了。还有什么可以打？好像没有。还有什么可以打？屠杀欸，现在突然间结束了，好直播。你们刚刚谁说克老师撑了一分钟的？我收回女王风可以撑三分钟。红谷太那个了，红谷就把它吃下去了。彩虹哦。是我欸，他想打我欸。欸，无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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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认真要无敌欸。打虫虫啊，我被精神污染了。阿比盖尔攻击。欸，还有吗？啊，我看到了，有一只。还有来来，趁现在！哎，怎么有银怪？揍死他！揍他！赶快回报！赶快回报！这次的伤害算是我有吃到啊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个红谷好可怜。开始啊！啊，那个树枝！树枝！好，我可以，开始了，来吧。会痛哦，各位要小心哦。他丢了好远哦，那个头上那个，我没有东西可以打他。有没有武器赞助？又是我，又丢你、哦。我没有活木吗、欸？有活木吗、欸？有那个毛布。有人有活木吗？我没有。哦！我怎么已经跳了？他快死了！啊，糟糕！快死了吗？快死了！我是不是还是得砍个树？你要小心哦，他一种完树就会跳哦。哎、欸，我有机会可以学小灯哎，好开心哦！他为什么一直在疯狂种树啊？他是不是中邪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在砍啊。你们在砍树的时候，我都在砍啊。好，那个武器赞助没有用到，但是我姐姐死了，真的。那个勤劳的伐木工，伐木工，我拿不下了，我那个小灯男主直接在这里。哎，死了一个人了。对啊。好，犀牛完成。我准备好揍他了、哦，不用了啦。姐姐呢？姐姐过来，她都要死了。没有，姐姐有打到了，没有，姐姐没在打、啊。哦，她没有攻击状态。对啊，姐姐混分。旁边有小幽灵。台箱。有什么？哦，图乐棒哎、欸。又有一个只宝石法杖，太多了。你们有没有人有空间？哎、欸，我刚忘了吃辣的东西耶，算了。我有。这里这个箱子，把它清空吧。
四八是没了呀，还有什么王啊？没啦，没啦。阿秋还在地表睡觉啦。阿秋不是王。阿秋天上去。